其實個年輕人咧，我不嬲都講啦，喂，暴風的少年啦，即係去到嗰個年紀好燥嘅喎，咩都嬲一輪嘅喎，係嘛？父母又唔帶唔到出街嘅喎，跟住講多兩句會發脾氣嘅咁樣，係咪即係其實呢個咁嘅我哋年輕人個基礎咧，或者年輕人嗰個所謂情緒嘅波動，或者佢哋嗰個時段咧，其實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到今時今日嘅廿一世紀咧，其實講緊即係其實都係冇大分別，分別就係環境改變，而環境改變令到年輕人呢啲咁樣嘅內在嘅即係元素咧，係會有唔同嘅 mixture 出嚟咧。如果 我想我咁講啦，我諗人嘅所謂 biological 嘅 makeup 啊，即係講緊嗰個生理嘅構造，照計應該唔會喺過去嗰二三十年變化得咁大嘅啊。咁當然其實三四十年前我哋所謂嘅激進 life expectancy， 我講咧 life 最簡單嘅講 life expectancy 先講嗰個生命嘅存在率。以前我哋可能 even 三四十年前講緊你六十零歲死已經係叫做長命啊嘛，但係而家我哋嘅香港社會係講緊八十幾到九十。咁你話其實過去嗰三十年，我哋係咪擺 logical 即係生理上？變化好大咧。